Hello，大家好，我是 John。各位早安。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专案是 Ally。Ally 呢，就是我跟周松团合作的新的专案。那这专案呢，主要是要解决就是GDV 临时政府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专案无法新进的人员无法正常的无法快速的查询专案无法找寻适合的人才。下一页。OK， 我在做 Ally 之前，我做了一个令人惊奇的临时政府，也许有些人看过，也许没用过。那当时的 idea 就是当时的灵感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一切整合，把 GitHub 的问题，把 HackMD 的共笔全部整合在一个平台，让大家来搜寻。那找人跟找专案都还在一个地方完成。OK， Ally 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了。那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专案跟人才搜寻，包含关键字啊，还有一些标签的搜寻。那我们也完成了实数系统，是阿拉一开始初期的目标，可以让临时小学校赋予贡献者们贡献实数。那目前我现在正在开发的是专案的活动与形式力 的部分。那接下来需要各位帮忙就是下面四个：成就系统、还有整合，以及就是提供更友善的环境，还有大送的意见提案。那我们目前使用技术呢，后端使用 AWS 的 Amplify， 那还有使用 GraphQL 的界面，前端是用 React.js， 然后我们的画面的UI 是用 Material UI， 这是专案列表的画面。那大家可以看到，可以用标签啊，可以用议题分类，可以用人力需求来查询啊。专案页面会长得像这样子。那贡献者页面呢，也像 GitHub， 那也就会过去一年所有的贡献实数都会显示在这里，然后还有包括你参与的所有的专案。那我们今天的11点的时候，我们小房间呢，我希望各位可以一起来参与，就是议题分类这个部分。那还有我们还当然欢迎大家测试跟使用，还有提供我们的 UX UI 改进的部分。连接呢有我们的目前测试的网站，还有我们的共笔跟 GitHub 的 repo。好，谢谢大家。